XO 成员爆出奴隶合约和 SN 撕破脸，直呼公司说谎。而前少女时代成员杰西卡在虚构融合自身经历的小说中，关于主角向另一个人询问合约期限的情节里，该名成员痛苦地解释了书中虚构的唱片公司 DB Entertainment 如何控制他的职业生涯，因而引发粉丝网友们的讨论。书中写到 DB 强制成员们签署三年延期合约，似乎与现在博贤、倩、秀敏控诉 SM 将合约延长至18年的说法不谋而合。而粉丝们表示 SM 的合约一直有问题，从 HOT 时代开始，到东方神起分裂官司闹得沸沸扬扬，再到杰西卡被退队， SM 对于旗下艺人的处置都经常造成粉丝们的遗憾，也让 EXL 对 XO 的回归活动感到担忧。